我们吃火锅。这么好？没想到吧，其实是我，看我在锅里加点料，把你们都变傻。大家先来喝汤吧。等等，光喝汤有什么意思？来点大葱香菜补充维生素吧。大葱香菜狗都不爱，这是我刚刚在操场挖的番薯，绝对新鲜。这不能吃吧？一点品味都没有，还是尝尝我的七彩蘑菇吧。哇，好炫酷的颜色，颜色越酷，食物越毒，这下都不用我出手。老师，您尝尝味道怎么样？疼我，还好我事先喝过解毒药水。蘑菇太好吃了，大家赶紧吃啊！只有菜怎么行？我们要每日补充蛋白质，给大家下个蛋吧，小宝贝儿。我是公鸡。老师您消消气，补充蛋白质还不简单？这些包您满意。什么东西？你们太欺负人了，我要回家。